嘿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，今天咱们做一个挑战视频。小伙伴，看我手里是什么？这是烟卡。我们把烟卡放我的评论区，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去宝盆看看能出现什么反应吧。好久就想做这个。小伙伴们随机打出两个数字，就是你的考试分数。好吧，我也来试试吧。随机打出两个数字，就是我的考试分数。哇，我考99分。哇，羡慕我吧，小伙伴，你们考多少分啊？真厉害，我考99分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！你们考多少分？明天告诉我吧。视频了，好吧，小伙伴们支不支持？好吧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看完呀。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大家就是拆过的没用的废包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然后烟卡，小伙伴，你们有多少烟卡呀？把你们的烟卡，我有两个，我估计我是最多最多最多一个。你们有多少个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把烟卡放在这个聚宝盆里面，然后撒点泥土，哇，然后看看这个聚宝盖子，哇，盖子，然后过一个小时看看能出现什么吧，好不好？出现什么奇迹？小伙伴，你们猜一下，里面的最起码出现多少个烟卡呀？好吧，我们等一个小时看一看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好吧，小伙伴，我们来许个愿吧。我想要这里面想要什么呢？想要什么？小伙伴们，哎呀，我一直好激动啊，都不想要什么了。好吧，我们来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哎，我这里面好像有点东西啊。好吧，小伙伴，咱们甩开吧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个我不想要啊，这里面不出好卡吧？哎，怎么出现这个了呀，小伙伴？哇塞，小伙伴，哇塞，小伙伴，我的烟卡去哪里了？我本来还想变成烟卡的，怎么会变成这个呢？咱们回家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吧。好吧，丢溜了溜了。小伙伴大家好，这怎么办呀？这礼盒我不想要，这是双十一礼盒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哎，不对吧？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？哇塞，小伙伴，这里面好多卡片啊！这个是什么绝版卡？哇，都是哇荣耀一单的绝版卡。哇塞，全是？不是吧？哇，哇塞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哇塞，不是吧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，我们看看品相好不好？哇，还不错耶！看这，哇，这是银河，哇塞，这品相还可以啊！哇，还有赛罗，哇，这卡也不错，哇塞，这品相真给劲儿！哇哇，还有大刀赛，哇塞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些卡片？哇，这无敌了呀，小伙伴！有这些卡的话，哇，就是卡界铁完了呀！连反卡联盟都拿我没有办法！哇，还有三人，哇塞，不是吧？这里的卡片，哇，在卡界里面绝对是 OK 的呀！哇，小伙伴，你们喜不喜欢这些卡片？哇，太给力了吧！好了，我们这些卡片我都不想要了，小伙伴，哇塞，好多，这么多，哇，这些卡片我都不想要了。好吧，我们赶紧来拆卡吧，来拆卡吧，第一包。哎呀，拍视频都不会拍，哎，感觉有点尴尬呀，有点 SSR。继续，打开，哇塞，一张右耳，继续，哇，可以啊，继续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